我们今天的活动2020 Christmas Party 由这个 LOOKin 做主办的华丽女王之夜，所以今天很高兴能够大家齐聚一堂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入冬的时候感觉到很幸福的氛围之外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真的辛苦了，因为今年真的有点辛苦，所以要好好的保养来犒赏自己啊，对对，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。我觉得女生在这个时候是最有幸福感的，你就是要下午茶边享受，大家放轻松一点，很幸福的时刻。还有就是赶快把手伸出来，打开这些保养品，摸摸试一试，哇，你就会发现到，哎，今天这个午茶的聚会多么美好啊！谢谢大家亲临现场，而且每一个人都盛装打扮哦，特别为了我们这个 Christmas Party。因为我们今天既然是一个 party， 就是一个很 free 的夜晚。哇，这很好，适合我哦。那现场呢，我们的 LOOKin Beauty 有准备了丰富的餐点跟酒水，可以让大家享用。今天每个人都